我好緊急要去廁所嗰時，但係得兩次，我會點我？會跟住照去啦。第一解決咗啦，第二兩次啊嘛。第二個問題咧就係、是，如果喬寶寶同馮寶寶問我借錢，我會借俾邊個？我會借俾馮寶寶啦，因為馮寶寶一個好有咁多年嚟咧好有誠信嘅人啦。我都好熟佢啦，佢話呢一樣我就做嗰樣嘅。咁喬寶寶又？OK， 第三日一種可以令我嗨爆的食物，我喜歡吃辣嘢嘅，如果有辣嘢咧，我就會很開心、很刺激咁樣。一種有即係唔理係咩墨西哥又好、麻辣又好，或者什麼辣椒油好，辣嘅就會令我很開心、很刺激。鬧人最常用的一句是哦，我成日話點樣，即係平時我監製或導演嘅東西咧，有啲咩唔妥咧，其實我乜都睇到喎。我就話點樣？點解搞唔耐？點樣發生咩事？可唔可以解釋俾我聽？但係當佢唔解釋俾我聽，我更加嬲。反而佢解釋個問題俾我聽，原來要等嘅或者乜乜嘅，咁我係接受嘅。又唔同我講咧，我就嬲。咁我就點樣？咁可能中間加個粗口咁樣。去睇演唱會最憎人哦。我遇過一樣嘢，去睇演唱會咧，我最憎喺我隔離。我記得有一次啦，阿祖兒，容祖兒請我睇演唱會，睇佢嘅演唱會。咁我就坐得幾好嘅，都唔知第三行。咁隔離啊，唔係隔離，後邊有個肥仔，係超級 fans 嚟。佢嗰個 key 咧係可以去到祖兒個 key， 你知祖兒幾高音嘅？佢可以去到祖兒嗰個 key。佢成晚祖兒所有嘅歌，佢唱足，仲要係祖兒嗰個 key， 你話幾似意咧？一個男人唱容祖兒嗰個 key 喺我後面唱到成晚，我係想打佢嘅就係。沖涼嘅時候最常唱嘅金曲就係、是、沖涼嘅時候咧，我最常唱金曲就係我嗰晚我要表演嗰只歌。咁我通常唱，我就唔會唱十大天王嗰啲，十大天王都唱咗百幾二百次。我會唱啲我好少表演嘅歌，譬如話啱啱啊鄭老師咁樣，我會唱喝彩啦，因為喝彩我少唱啦。咁我沖涼嗰時候成日練練練，咁我播大個 speaker 咁樣一齊練。第一次約個女仔出街，發現原來係男仔扮嘅，你會係咪玩嘢啊？唔好玩嘢啦！嗱，呢個唔關喜歡男女 sexist 嘅問題，呢個係欺騙嘅問題。如果你早啲話俾我聽嘅，大家做朋友係冇問題。但係有少少欺騙咧，我就覺得之後嗰個感情嗰種誠信咧係好難搞嘅。講話講人壞話最佳地點係。我又不喜意講人壞話，除非嗰個人真係衰到不得了，或者傷害咗我，或者我屋企人，或者我朋友，我就可能會忍唔住講出嚟。但係平時我好有餘地嘅，我好少講人壞話。我做咩要啫？除非佢真係 hurt 我啫，佢 hurt 我，我忍唔住我要還擊咯。但係平時做咩講人壞話？唔好講人壞話，咁人哋冇殺你全家，講咩人壞話啫？即刻講個笑話嚟聽下。李思哲好靚仔，一定要嚟撐我李思哲全場嗨爆棟篤演唱會。到時咧，我會唱大家想聽嘅歌啦，扮上大家見嘅人啦嘅名人啦，同埋我會講好多大家想聽嘅笑話啦，同埋我會做好多大家估唔到嘅嘢啦。總之嗨爆啦，唔嗨爆就唔好玩嘅，一定要嗨爆，大家一齊開個 party。See you。让我继续等下去，等你等到我心碎，星星今晚伴我醉，就像同情。